开一罐无骨鸡爪，这是一斤装的，一斤的。哎，上油。哦，好有食欲哦，好有食欲哦。来一个封面，就是有一点微甜，有一点微酸。然后有辣椒，很好吃，一点都不腥。这个鸡爪就得凉着吃。这一罐是一斤装，应该是30几块钱。这款鸡爪也挺好吃的，真好吃。